彰化一年一度民俗庆典活动二零国际跑水节二号热闹登场了，但是受到康瑞台风的影响，八宝圳水道的水量暴涨，担心民众和工作人员的安全，原本预计在水道当中进行的祭典仪式和活动，这回改在路面进行，也让跑水瞬间变成路跑。随着倒数计时，2024二零国际跑水节正式开跑，所有跑者卖力向前冲。但咦，这不是跑水节，怎么变成在陆地上走啊？大家原本都已经准备好要聊洛克亚，但受到台风影响，带来大量雨势，导致八宝圳的水道水量暴涨，担心民众和工作人员的安全，只好改在陆地上进行，也让民众有些小失望。一年一度的国际跑水节二号热闹登场，为了感念当初先人的饮水开垦，长久传承下来的地方特色活动，每年都吸引成千上万的民众共享盛举。为了安全，我们下去的人员会非常的多，所以今年就让大家沿着这个八宝圳来走。比较不圆满的地方，大家记得明年再来。而今年一共有五大亮点，除了祭典巡礼、铁马、铁腿寻宝等一连串精彩的活动外，还有跑水之夜晚会，就是要让游客们都玩得尽兴。谢大茂彰化报道。